以下落嚟嘅環節咧，就同剛才先前嗰啲有啲唔同。有咩唔同呢？就係更加人才仔仔啦！先俾個掌聲先啦。係啦，咁佢哋咧就係嚟自咧慧聰合唱班，咁就將會咧為大家獻唱兩首小曲嘅。咁一於俾多啲鼓勵同埋熱烈嘅掌聲佢哋啊！唔知啦喂，要俾兩首喎，唔知你唱一首先，唱一首先啦。嗱，企好啲啊啦，唱咗首先啦。唱一首定兩首？佢話你寫兩首。你好啊。齊啲啊啦，齊啲啊！一陣間先。你講乜嘢？有個麥咧，俾個麥。一間有女聲啊，一陣啊嘛，冇電聽。喂喂。OK 喎 ，OK 係啊，整嘅準備緊。以下啲小曲咧就叫《世界更美好》。为世界更美好。
接下来的是欢乐年年。再俾一次掌声佢哋啊！因为咧，佢哋咧都好短时间练嘅咋，同埋咧当中咧，好多位朋友咧，其实都系咧让咧，即系耳仔听力嗰方面咧争少少，咁所以咧佢哋听拍子啊嗰啲，真系要好俾心机先得噶。好睇下佢 set 完麦先。